你过来看，你过来看，这什么姿势？这个你喜欢吧？我都好看。嗨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猫猫们。继上礼拜南港宠物展完呢，这周呢又是松烟的宠物展。虽然它展比较小，但上次有很多厂商没有去，例如说像毛姐夫他们很爱的一个冻干品牌，那这次就要带他们去买。而且豆豆真的超级爱毛姐夫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啦，我们要穿衣服出门哦。我穿衣服是最快的。好啦，你去找其他的猫猫。我这次看出来。刚洗耳朵，你还在不爽？你坐下。不要生气，我们今天没有洗耳朵，你耳朵已经洗完了，好吧？不洗耳朵也不是我愿意的，医生说要。啊，没事。来，你吃一口，吃一口，吃一口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可乐。嗨，可乐。付不出来。哎、欸，这么大块，真的是很爽哎、欸！你真的是，他也很爱，他最爱你们家的，他真的超爱你们家的。豆豆，你闻闻看，鸡油。他出外面不是什么都吃，真的、哦。对，看人对不对？他看真的看东西。你这什么姿势啦，林小熊？哎、欸，你这姿势真的，哎、欸，你这什么？你过来看。你过来看，你过来看。这什么姿势？这什么姿势？太扯了你，你不要了吗？这你最爱的冻干呢？不要的，不要的，他都会把它吃掉。这个上次本来还有剩，然后被小屁孩又咬破了，所以要再来买。现在一盒是700块。你要不要这个？爸爸买，这个你喜欢吧？豆豆比较喜欢有这种材质的，然后会飘起来的。啊，一个260，过来，英雄，过来。快点走了，过来过来，林小熊叫不回来了吗？快点走了走了走 了，这边，然后完全被吸引住了，他是狩猎了。没有，我走进来了，好可爱哦！来看店吗？突然好开心啊！嗨，有社恐吗？那我可以贿赂你吗？啊，叫一叫你啊，东东。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嗨，你好啊。怎么长得这么可爱呀、啊？他不会害怕，也没有发抖，他是很稳定的。
跟笨笨一样，我觉得。你怎么可以打可乐？可乐这么可爱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哦，他好生气，他好生气。第一次在宠物展遇到这种叔叔推车，他就在里面这样跑，哎，好可爱哦。逛完第一展间啦，要换第二展间了。其实空间还蛮大的啦，只是它参展的厂商没有那么多，因为它位置就是有限，它的走道空间是蛮大的。好多颜色哦，帅。真的不愧是黑猫，什么都好看。林小小，我们逛完了，你最开心的时候到了，你的时间来了，我们逛完了，你可以下去走走了，走吧，我们去广场走走。今天的展比较小一点，但我们该买的都买，今天主要来买毛姐夫的冻干，豆豆最爱，对吧？豆豆。然后现在准备让小林下去走走啦。你要下来走走了吗，林小小？你要不要走？你不走，等一下又要回家了哦。还是豆豆要下来？啊，你要下来吗，豆豆？你要下来啊、哦？去哪里，豆豆？不要，你不走，拉回去。来，你熊熊在那边给我不下来。啊，爸爸知道你要干嘛、啊？我没上。你不上、哦，那你假动作。嗯？过来，来，没有，我们没有要进去，我们没有要进去，没有，没有进去，没有要进去啦，熊子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要进去啦，没有要进去，林熊熊 ，OK 你们。你们干嘛啦？人家准你进来，没有？干嘛啦？干嘛啦？他对里面情有独钟哎，一直又走回来了，走了啦。这边啦、啊、门开了，他又要进去。关门了，门关起来了，门关起来了，门关起来了，你进不去了。有点夸张哎，为什么？你刚刚进去过啦。刚刚进去过了，走，走，走这边，坐下，赖皮，赖皮熊，你真的赖皮熊。怎么可爱啊？你说熊要拉走去哪？妹妹，是我。你要过去那里？你要去哪里？没有，不让你过去你就叫。回家了，好不好？走，走走走，快点，跟爸爸走，走，自己上，好棒！终于肯回家了。喜欢再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林选雄终于肯回家了，我们跟大家说再见了，小熊，下次影片见喽。哎、欸，豆豆出来了，豆子，你又自己钻出来了。你知道 ending 了、哦？嗯。哦、知道。你逛够了吗，笨笨？